发现爱的元素。一，有一种爱不会使我们受苦，也不会使我们所爱的人受苦。这种爱有一点难懂，也要费心去学习。它就是由四个元素所组成：慈、悲、喜、舍。慈，善待众生错不了。一，愿意无条件地给予一切众生安乐，这叫做慈。如果受到别人伤害，修慈心的人就不该憎恨或报复对方，也不可以忘记那些众生在业力的推动下只是傀儡而已，常常身不由己，应该报以同情和怜悯。记住，修慈心者找不到一个理由对他们生起嗔恨或其他烦恼，但是有无数个理由需对他们宽容、爱护并给予帮助。慈心总动员。一，修行若分开来解释，修是指慈爱、关怀、无私等内心的活动。行是语言、身体的行为实践，修与行这两义
皆为动态，也就是实际行动。例如我们修习慈心，在了解法义之后，就得把慈心动起来。在静坐上修慈心，观想把慈爱散播到无数人身上，愿一切有情获得安乐。在生活上修慈心，关怀善待一切众生，而且无私地付出。打击烦恼最佳盟军。一，生活在繁忙都市的现代人，很难亲近自己的烦恼，特别是遭遇压力或困境时，通常会向烦恼寻求慰藉或支持。如果我们平时没有培养功德，面对这些烦恼敌，我们大多溃不成军。三，这时若从心中发展爱的力量，以慈君来歼灭重大烦恼，保护我们不做出伤害自他的事，这样的盟军不仅能退烦恼敌，还能带给我们无量福德。哇，我中了慈心大乐透。一，经历了无数次的轮回
以及那么多事的等待。现在我们身上聚集各种修学佛法的条件，终于有机会利益众生了，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欢欣鼓舞。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为乳母有情幸福而努力的每一个机会，不管贫穷或艰辛，我将会充满热忱和喜悦。慈心 Facebook。 一，台湾人封脸书全球之冠。想象一下，1000万人每天上线连结，如同网子一般向外延伸到十方，不断往外扩展。他们利用脸书将自己的生命、生活和其他人连结在一起。如果能让此心像这样立即且迅速传播开来，让大家因为连结而升起慈爱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啊！心善好道丁。一，由于科技网络的发达，使得大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，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，大家的喜乐忧伤相互交融。一个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
无论直接或间接，我们都能轻易地传达善意或恶意。而善恶一念，在网络无限放大之下，一定会影响到无数人，其业果是无法想象的。因此，上网时保持善心，显得格外重要。让慈悲成为台湾品牌。一，现今国际间不同的种族、宗教、社会冲突纷争迭起，使得世间充满了各种苦难。不仅如此，各国纷纷在军事、经济、科技投入庞大研究经费，企图抢得未来的资源、利益。因此，许多友情因无人守护而受苦难，使得关怀爱护一切物命的行动非常重要。三，我们就从台湾做起，大家努力经营慈悲，一起推向世界，让台湾成为世界一切生命的守护者。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
话拨账号5039-6819 5039-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5-666 012-001-205-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佛教慈悲置业曼殊势力中心，观音的慈悲普门品开课通起，日期4月27日起至6月15日止，共8堂课，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半，授课老师陈和明老师。因缘难得，欢迎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。地址：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3段99巷10弄2号1楼。报名电话：02-2631-0619，02-2631-0619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2023年正式开启药师祈福灯，欢迎台南地区大德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，敬请亲临分会登记，不受理电话网络报名，联络电话06-271-6616，06-271-6616或06-271-6612，06-271-6612。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Kate, kate, para kate, para sang kate, bodhi swaha。舍利子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，无言而明。色声香为出发，无眼界乃至为世界，无名义，无名迹，乃至无老死，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亦无得，一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悉
远地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算是祝福？一般人波罗蜜多故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故知般若波罗蜜多四大神咒，四大明咒，十五上咒，十五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的心。说中月是慈悲爱众生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